谁？你怎么进来了？你不说话，我报警了啊！说我报警了啊！说不说话？不说话是吗？我报警了啊！我报警了！别过来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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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去！走！啊啊啊啊！哎哎哎哎！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你们，你们继续，继续，徐腾，老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加入的。你咋？你干嘛去啊？你咋？你咋？你耍流氓，明明是他，为什么挨巴掌的是我呀？你快把狗放屋里去！快快快快！这个屋子里面最危险的生物明明就是他，那你来把他弄走。哎，快快！你猜，来来来来，你猜，咱们关，咱去另外一个房间啊！来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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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岛突然出现在我家，不说话，然后你看他这样，不是傻子就是哑巴。然后呢？你帮我个忙，把他弄走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的人？什么我的人？我说了不认识。不对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不会这么简单的。你看看啊，他现在失忆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家在哪。然后呢，你们两个人朝夕相处，渐生情愫，有朝一日他就是……哎哎哎哎！哎呀，不能吃啊！哎，要不我给你们俩下碗面吃吧？吃吧。哎哎哎，拿筷子！
们先走吧。你别噎着。行，你训宠物呢。我今天还有稿子要赶，等他吃完了赶紧带他走啊。哎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？循序渐进，懂不懂？要有耐心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在哪儿啊？有没有家里电话什么的？耐心点啊！你不是有一只猫吗？昨天哪儿呢？猫？我去，你怎么伤那么重啊？思思，我带你去医院包扎一下去。医院？医院吧，还有很多这种好吃的。医院好吃的。等一下。刘强。给他穿上。这裤子我怎么给他穿啊？你医院没有女护士吗？冷血。你不冷血，你把你儿子都往我屋里。我不看。穿好告诉我啊。还没好啊？我转头了啊。靠！你干嘛呢？这是裤子，不是套在头上的。你穿成这样我进不去的，我一会儿有手术。来来来，你自己穿，你看像我这样，这样提，脚套进去，提提提，好，提提。是，来，我帮你来，伸脚，把脚伸在这个里面。把脚伸到这个大洞洞里面，快快！听话听话，乖，伸进去，快！啊，对，另外一只，快！哎，对，来提，拍屁股，提，提！我一会儿要做手术的，你快一点，提！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